再排英比太针对了，直接是女猎开局，然后上来就去抓分矿，结果幺二零练的是3-3，英比上来就天崩地裂。不过 ER 也是 UD 最好打的图，剩下两张就是英比更好打的图。他不练雇佣，你雇佣兵开局就没这么难了呀？为什么不练雇佣兵开局啊？雇佣兵开局抓分矿抓不动，我再跟你说一下。雇佣兵开局，你练个3级过去，把他的矿强拆了，好吧？给你个信息。你试过没？是吗？那你就只上弹兵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可以试一试呀。哦。你到三的时候，他的矿盖子。你到三的时候，他的矿盖子应该到一半的，好吧？不是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雇佣兵开局你是阻止不了别人开矿，然后你他妹的让我去试，你自己提出的你不去试，你让我去试。啊，行行行，下回我试一试，好吧？我真的 hold 不住了，不相信我的雇佣兵开局。